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8点钟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兄弟，你还好吧？其实本身来说呢，也不只是说单单想兄弟这方面呢、啊，还有讲很多。OK， 我相信呢，在近期来说呢，自从呢这个东林呢来到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之后呢，啊，很多人呢就开始啊在吃了这个东林的这个产品。好，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来说呢，我发觉到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发觉了哈，其实是怎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有一些给我的 feedback 就是回馈就是说，在这几天来说，只是单单呢一个礼拜，就是赤足7天，每一天都吃了哈，就是这么一条了女性了哈，那他们发觉到他们的这个脸上的斑呐、啊。居然哈淡化了哈，淡化了哈，而且呢，还有一样很真实性的，就是哈这个眼睛的这个明亮度哈增加了哈，明亮度增加不是 focusing 哈，它的明亮度增加了哈，所以呢，就代表说哈我们的这个产品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燎啊，火燎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它这个效果啊，就开始出现了 ，OK， 只是单单7天的时间，那当然呢，也有些他们呢会说什么呢？会说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感觉 ，OK， 啊，不管男的也吃了，女的也吃了啊，什么都吃了啊，为什么没有感觉？很多时候呢是看对方的体质，有些是敏感体，有些是比较之前的那个功夫，他排毒功夫很好，他的身体呢都是很容易接受，开始容易吸收的这些营养，所以呢他一次下去效果马上出来，这个要看看你的细胞哈，你的细胞啊受伤程度 ，OK。那毒素的累积包围着那个细胞有没有正确的就是说已经把它去除了那些所谓的毒素有没有排毒了 ？OK， 这些呢都可以算在内都可以算在内。所以呢，我们在这次来说呢，其实我们公司的产品都一定要互相的配合，而不是只是吃单一。就可以发挥到很好很好的效果啊，它就是需要吃不同的 ，OK， 不同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混着一起吃啊，混着一起吃。然后呢，我今天呢跟大家其实分享的也不只是单单就是现在的热门话题东林而已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好比如这个 balance 的这个产品，那相信呢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呢有在这个 Facebook 我的 Facebook 的那个地方看到我曾经有讲过广东版跟这个华语版的balance 跟东林男版和女版 OK 这两个，而且呢本身呢也有做一些能量的示范，那当然今天有没有做呢？其实今天要做的话呢是比较麻烦一点，因为镜头不同的镜头。那一般上我们 Facebook 的直播我们是用这个手机，那现在呢我用的是电脑的 webcam 呢它是没办法说拗来拗去。那么如果是说我正式要讲课的话呢，不是没有说直播作为交谈的话呢，我很少用小那个手机为什么？因为那个画面那个框画面太小了，所以呢，我要看东西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如果是说你要看能量的表现，那么你就注意我的这个什么呢？你就要注意我的这个 Facebook 我的 Facebook 呢就有呢做了这几项的这个实验。包括了 balance 的实验跟这个月 balance 的这个促销那还有呢这个东林的男版女版它的不同的地方，当然
我们每一次讲的课都不能够说很完全呐、啊。有时候我们讲完之后，哎呀，有一个没有讲，好，就等到下次再讲。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在重讲的时候呢，都会多添加了一些点子啊，或者是一些一些之前没有说过的哈，突然间有所启发。哦，而本身来说呢，看到的那个东西是跟之前的可能有不同的增加哈、哦，所以呢，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哦，每一次不管是哪一个讲师讲也好，不管是我们本身同一个讲师讲也好每一次都不同的 ，OK， 每一次不同的也是看我们本身的上下，我们都是很灵活性因为很少说给他死背哈。很少说给他十倍，所以变成来说都没有说所谓的看的就是说好像会很沉闷的那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这样情况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只是单单做一个直播都要用两台这个机子好像我们现在做 Zoom 来说都要用两三台，就是说一个就是看自己的情况的表现。然后看这个画面方面好像你看哦，每一次我们的画面都不同，好像这一次来说，这一次的这个画面 的这个后面的地球会转，因为他们说要有点专业啦，专业一点啦，好像那个报告新闻这样啊。不过我说不是报告新闻不过我说也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在之前呢 在上面也是找了一些资料关于背景的资料，有些 有时候是像 DNA 的那些片头广告也是有做，但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是他的那个那个画面方面的清晰度不同，所以呢他没办法 support 那个1920跟1080的那个没办法 support， 他是已经是好像是 iPhone 的那种密度这样子，所以没办法了。 OK， 好。那我本身的资料呢，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资料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了。然后今天我本身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兄弟啊，你还好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是觉得，只是单单分享这个呆的话好像很直接，然后呢，每个人都会讲的，然后呢照着书读就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绞尽脑汁，这所谓的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用自己的毕生的功力来去演绎这个课题然后呢将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个情况那满足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不能够100%了，最低限度20%应该是没有问题咯好，那今天来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兄弟啊，还好吗？其实有些人说，哎呀，我是女生那么男生的妹，你没有老公吗？你也是老公了吗？你也是有男朋友的吗？你也是有儿子的吗？你也是有公公啊、家公啊那些，对不对？知道多一点的话，也是对大家都很好嘛，对不对？至少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呢，在今天来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好像 18XX 这样子但是没有说完全好像那些人讲的X 高差的那种海鲜跑出来的那种是没有的啦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知道的，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每次都遇到的。今天你本身为什么人家会比你更年轻？为什么人家会比你更健康？那么就要看你目前的这个图目前这个图你要看看这个图里面它是否是跟你有关系，你周围有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之前我可能有大家跟大家分享过，不过我还是跟这里呢，大家在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基本是那几个字跑不掉，看怎么去变而已所以呢，最基本的话呢，一个人的身体的健康与否都是跟这些有关系，情绪压力啦、环境污染啦、日常生活的
化学毒啊，化妆品的化学毒啊，药物的毒素啦、啊，食物的添加剂啊，或者是体内的代谢物，这些隆隆中中哈，全部哈都会有的，我们都遇上的，我们真的是无法去避免的。所以呢，正常来说，如果这些哈都没有的话哈，我相信你可以活到120岁，因为我们的基本上的这个细胞哈分裂哈啊，它本身是2年半，几乎是差不多是50次，它可以呢变50次啊，它可以分裂50次 ，OK， 分裂50次，每一次两次半的话，50次差不多是120多岁。OK， 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活到120多岁，只是因为你本身目前哦，你碰到这些问题啊，啊，碰到这些问题啊，而导致身体呢出了很多的毛病，不管是男生也好，不管是女生也好，都会遇上的啊，尤其是女生，她们啊爱美嘛，她们常常涂的那些啊 mascara 啦，或者是粉底啊，你不知道她们做的买的一些化妆品的美白的。那些化妆品有没有水银成分，因为水银呢它有漂白成分的哦，是吗？很多人以前没有这种尝试，他们照用，哇，用得很白哦， OK， 但是不知道后来他们的斑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脸上放太多的化学毒素造成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嘴唇为什么越来越黑啊，是因为他们用的那些唇膏啊，用的那些唇膏哈啊，都有那些残留物在他们的这个这个唇纹呐、啊，唇纹的那个狭缝里面，所以呢，造成他们没有用正式的清洁剂去清洁，就是随便用卫生纸这样抹一抹的话，我告诉你啦，迟早变黑咯。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你看，这一次我们本身公司有出了这么好的口红是吗？啊，那个口红啊。好，那个润唇膏啊，你看，就是我们大多数都是为健康着想，而且呢，颜色应该是会随着那个气候啊，会有做一个变化。所以你看哦，公司想的东西都很贴心哦，啊，都很贴心。在这里，我们给公司一个掌声。OK， 好，那在这边的话哈，种种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基因，导致我们的细胞受损。基因呢受到伤害，才会让我们第一个最准确的就是我们的寿命减短 ，OK， 寿命减短。然后第二呢，啊，就是你本身呢老化的很快 ，OK， 老化的很快，因为你的那个细胞分裂，你的里面的细胞的那个所谓 DNA 哈，那个端粒哈变短了，才会这样的情况哈。啊，端粒是什么？有些人不懂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有画个图给大家看看哈。那在这边的话呢，化学的毒品啦，有时候吃药生病的，肯定很多人都说，哎，生病吃药啦。那么这个吃药的东西是避免不了，对不对？但是有谁知道以前呢这么聪明，都知道药是有毒，不吃又不可以，吃又中毒。那所以呢，到底吃还是不吃？当然呢，你是可以吃，但是过后你要去解毒咯，就好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这样子，我们吃很多罐头食品啊，罐头食品有很多那些所谓的亚硝酸盐啊。问题是我们本身如果今天只吃那一罐啊，符合那个卫生的标准，其实是安全。但是如果是说你每一天呢都吃超标的，你说了，我们身体的一些毒素会累积的，所以呢，当毒素的累积的话，自然会怎么样？伤害到你的细胞，伤害到你的细胞会自然怎样？伤害到你的 DNA， 伤害到你的 DNA 的话呢，基因受损的话，你看你会不会还像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啊？你肯定不会的吗？所以很多东西给你咔咔咔咔咔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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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减分嘛，这个也是肯定的吗？因为你吃的东西，你喝的水，你本身空气的污染，然后呢，你本身来说呢，情绪的变化啊，每一天呢，啊，被老婆激啦，被老公激啦，或者是被阿妈激啦，被阿爸激啦，那么激啊激下，被阿仔激啦，这样子激来激去，激来激去，是不是啊？没有激都给他激到惊晒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哦，你可以知道很多东西，我们是没办法避免。所以如果既然是没办法避免的话，我们只好怎么样？
尽量多吃一些对自己身体健康能够保护自己、身体的一些食物 OK， 保护自己身体的一些食物。当然我们目前来说有很多的食物、都是对我们有好处，问题是什么？那些对身体有好处的也加了农药啊，你知道吗？加了农药啊，加了一些催激素啊，就好像有些番茄啊，外面的一些番茄，你知道吗？他们本身为什么有时候这么红？最主要就是放了这个催红素，催红素啊，它能够让那个番茄特别红。现在的化学做的特别厉害，所以呢，早期时候有一家人，就是他妈妈。就是去国外旅游一个礼拜，他就将他的女儿9岁的哈、交给他的这个婆婆来照顾。那结果婆婆照顾哈、婆婆知道他的孙女喜欢吃番茄炒蛋，所以每天都选一些很漂亮的番茄给他炒蛋。结果炒啊炒啊炒，炒到哈、9岁啊就来月经啊，提早来哈、他吓死他妈妈回来之后，那结果后来呢，就是用。其他的食物来去调理的话才调回正常。所以有些时候啊，你早来并不代表是说、你会是说早熟还是怎么样，是本身食物某一些食物能够催化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早熟。所以你要知道那只鸡哦，原本不应该在那个时间长大，它却在那个时间长大好像18岁那么大。所以呢，你看哦，现在的食物就是这样情况。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情愿讨腰包、去买一些 organic 有机的一些、植物、但是你能够、买得了多少？而且呢，我们每一天、都吃很多的那些、食物呢，都没有办法吃得完整。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很拒绝一些保健品，我是觉得很奇怪、他又不理解他本身吃得不够，他又不理解他本身的、情绪方面呢然后有消耗他的能量，所以呢，这种情况底下、他完全不知道出得多进得少的情况导致他身体、出现亏损，就是因为出现亏损、所以呢，乱七八糟的问题就跑出来，包括他的荷尔蒙产生变化，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由脑袋来去做支配的嘛，脑袋支配的就是运用什么？运用荷尔蒙啊，所以呢，如果荷尔蒙他受到情绪，受到一些外来的一些因素而改变到他的身体的话，那么自然的身体就会产生变化。最基本就是他的 DNA 受损，他的这个细胞受损 OK 的情况才造成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你有时候你告诉我说 OK， 你告诉我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基本上这个图我放了很多次，放了 N 次的、这个饮食方面你就是要做到很完美咯。完美是什么完美、我们也不算是说完美，因为完美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要做到怎么去说理想，就是每天吃5种颜色水果 OK， 5种颜色水果，试想一下老板你能够吃的多少 OK， 不管是男的也是或者是女的、或者是人妖也好 那么你哪里可以吃的那个均衡呢？所以呢，你一次不均衡，你的身体就已经有亏了 ，OK， 你的身体就有受损了 ，OK。然后呢，你睡眠，你确保你每天都是9点半睡觉吗？最理想时间是9点半哦，10点哦 ，OK， 你可以吗 ？OK， 因为它的那个时间的修补哈、是在补你的、荷尔蒙，在补你的肝脏，在补你的胆哦，11点过后就开始补肝脏的不？所以呢，你在这个时间哈、有没有给你的这个肝脏去解毒啊？然后呢，再去排毒呢，你有没有做到，对不对？睡眠方面，而且你睡得深吗？你睡得沉吗？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哦。你本身白天你很活跃，你很压力，那么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你的脑子还保持亢奋的状况，那么你本身能够真正的休息吗？这个又另外一回事哦。所以呢，你睡眠不好又会影响你的健康，也会让你的 DNA 受损的哦。OK， 因为令了你的 DNA 受损，因为 DNA 受损，它的荷尔蒙开始没有照着那个程序，程序很简单嘛，身体是这样子的，很老实的，你给它吃什么，我就做什么，你给我什么能量，我就做什么东西出来
对，你给我木材，我就可以做木材的东西；你给我铁，我就做铁的东西。不可能，你给我铁的东西，我给你做木的东西，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是很老实，你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OK， 你给我不该我身体要用的，我就长一些不该在身体里面的东西出来啊，就这么简单呐、啊。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人家说相由心生，我说相由的本身那是食物而生。啊，为食物而生。运动方面的话，有些人是说，哎，运动啊，不可以运动啊，运动不好啊，不是不好，运动帮助你的新陈代谢，运动呢能够增加你的肌肉 ，OK， 增加你的肌肉的结实，肌肉的结实，你要它要转化成这个糖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你要最基本的就是建立你的肌肉，肌肉有建立好的话，你的基础代谢就肯定很好的，所以呢，肌肉肯定要的。啊、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去做到每一天几乎是半个小时以上的运动、啊、半个小时以上或者是两个小时以下的运动是最标准，如果是说超过以上就看你本身吃的食物有没有帮助它本身 OK 来去修复你受损的，因为你运动过度你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啊、也会造成氧化，氧化的过程呢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的吧。所以呢，你在这边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你能不能够补充完全回去，因为你透支你的体力的话，也会同样的造成你的身体的亏损啊。所以呢，你要知道有一定的运动量来保持你身体，建立你的肌肉，来帮助你的基础代谢啊，让它本身的荷尔蒙呢有一些所谓的均衡，还有就是说你的食物。配搭给他，就是一直供应食物给他，然后呢帮你运作，加速他的那个代谢量，然后呢再支配给你的身体，然后呢再提升你的身体的哪一部分呢，哪一个部分不平衡的地方给他达成平衡 OK， 我们高也不可以低也不可以，所以呢要平衡，最重要就是选择平衡，就好像这个世界是平衡世界 OK， 这个平衡世界这个宇宙是平衡的一样，同样的一个地方，你的生物什么的都是讲求平衡，任何一样东西都是讲求平衡的啊。所以呢，任何东西我们都是有一个均衡度。那么情绪方面你是怎么去控制？怎么去控制的话呢，就要看你本身的怎么说啊？就要看你本身的身体哈、哦，它的那个所谓的变化啊，就是说你的睡眠好不好？OK， 你吃的东西营养足不足够？因为你吃的营养的里面的那个维生素 B 不够的话，你情绪你就来；你睡不好的话，你情绪就来。OK， 所以呢，很多东西都是息息相关，你每一样东西都息息相关。所以你要造成一个很理想的健康，你必须要保持这几样东西。因为很多人都是在这四个基本的都做不好，所以一直都是往外去找啊，你的身体。一出问题的话，它会让你看到的黑眼圈啊，啊黑斑啊，然后呢经期不准啊，又或者是身体出现毛病啊，觉得平时很累啦 ，OK， 好像今天来说，我跟大家讲的这个男人的问题哦，男人的问题哦，你要看最基本的 ，OK， 最基本的男人的问题哈、哦，你看这边哈、哦，男人的问题，好，你看一般上来说呢，一个人的身体哈、哦、出现。状况的话呢，基本上男人、哦、如果到了四十岁以上，他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之前呢是用这个健康来换取这个金钱的话，现在呢也是开始用金钱换回你的、啊、用金钱来换回你的健康，以前是用身体换回健康，现在呢现在是用金钱换回你的健康 OK， 所以呢现在来说呢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让你出现这个问题。男人很多，如果是有一些不良习惯，好比如抽烟跟喝酒，或者是熬夜，尤其是抽烟的人哈、啊，他在这一方面会有问题。啊，这一方面会有问题，肯定是弟弟不听话的哈、啊，弟弟是很不听话的，你叫他起来，他都不起来，起来那就不起来，起来他又不起来，啊，打他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你用藤条打他也没有用。他不起来就不起来 ，OK， 最多也是肿而已哈。所以你看看哈，在这边的话哈，你要知道哈，是因为你身体的荷尔蒙产生变化啊，肝胆潮湿，那些人肝胆哈，
淡淡的湿湿啊，好像出汗这样子，淡淡也会冒汗，不是你穿内裤太紧哦，而让它好热，热到冒流汗，你知道吗？不是，是因为有时候你的湿气很重啊，或者是有些人哈，好、没事做拿去啊怼墙壁啊，是这样情况啊，或者是那个房事繁多啊造成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手脚冰冷啊，男生有时也会有，心脏也是跟他有问题，出虚汗，跟心脏有问题，心虚嘛 ，OK， 然后呢没有精神，整天无精打采啊，没精又没有神 ，OK， 没精肯定没神啊，有精哪里不会有神，都是肯定会有神的、啊，没精就是没神，没精没神嘛 ，OK， 所以呢，你这种情况的话，当精力。已经开始呢下降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很多问题，包括他久坐也会酸痛。如果这些问题啊他不去处理的话了，年纪大的一些男生呢，通常会有一些什么问题，那些人就叫做那个人就可能叫做前列腺了。前列腺呢就是什么情况？前列腺就是要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呢上厕所没有办法小出来。我告诉你哦，前列腺不是40岁以上的问题哦。现在目前呢，刚刚有之前有看过有个报道哦，25岁的男生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你不要以为没有事哈、哦，25岁为什么25岁都有前列腺问题？坐得太久，坐在椅子上打那个游戏机啊，熬夜啊，这个会影响的前列腺提早了，好、哦、或者是。他在挤压的时候那个问题那个月肌的问题产生那个所谓的怎么说消耗了所以呢才会造成一些问题的所以呢这些问题你要看清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说兄弟啊你还好吗啊这样的情况啊夜尿这么多一个晚上跑几次厕所你到底需不需要吃些什么东西来去补充你健康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来说呢也就是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广泛好、啊、很广泛其实这些呢如果是说这种状况的话啦比较明显的话啦啊就是男生的更年期也差不多了 OK 其实男生也是更年期不是没有更年期他是有的啊只是不是说很明显不像女生这样子高很高低很低OK， 男生呢，通常一般上呢都是45岁以上，有时候会红，也是会热的喂。哎，男生也是会有热的，啊，只是本身来说呢，啊，它明显的程度不像女生这么明显，啊，所以呢，啊，如果是说有以上跟刚才的那些问题的话，哦，啊，这个是跟你本身年纪大了之后，它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那种表现来的 ，OK。到了年老的那种阶段的表现来的所以呢这个、是要很注意咯很注意哈很注意因为如果是说他很提早的话他就是本身之前 OK 之前啊之前可能、有一些不良好的饮食习惯跟那些、生活习惯才导致他的这个身体的细胞啊受伤害没有修补不单单没有修补而伤害而受到伤害继续受伤害才会让他的体能他的身体的机能全部 back OK 全部后退才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当他本身出现这个问题刚才我不是看了其中一个例子吗那真正比较明显一点过后更加严重的就像这些 OK 这些呢已经开始很严重啊、很严重的情况是指什么很严重就是指他的这个肌力、啊欸、男生现在肌力也是 有出现问题的哦 OK 也是会出现问题的哦、啊、然后精神不集中、啊、你跟他讲啊喂罗宾喂准备嘞喂啊什么没事就是工作能力啊不比年轻小伙子的好、啊、没有那种冲劲 OK 没有那种冲劲常常会很恐慌、啊、很焦虑啊、很怕有时甚至于呢有时候悄悄的找上门的那种忧郁症他也不知道只知道、哦、什么情况不想见人很害怕见人很害怕接电话、啊、这个是压迫症的一种、哦、OK 然后呢很容易神经质 啊人家在那边
窃语的话，他就以为人家在讲他，哦，然后呢，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嘿，很奇怪，他的脾气无缘无故的发起来，啊，然后呢就随便很容易上火 ，OK， 易怒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哎，这个最近哦来我家这么多哈，啊，是不是啊，怎么样，哦，会有这种情况，好，那么情这些东西在社会上社交方面就是已经出现障碍。这个也是跟他的这个他的体内他的脑袋的产生的荷尔蒙有关系 ，OK， 产生荷尔蒙有关系，哦，因为本身荷尔蒙它开始掉了，所以呢就出现很多了，他的那个肉啊已经没有那么的那种丰了啊，没有那种丰了，尤其是你看他的肚子哦，啊，怎么样都好啊，他的小腹都会有这个小肚腩的，啊，然后呢。脂肪开始多了，骨质也会疏松，生理上的需求减退。OK， 如果他老婆很年轻的就很够力了的，哈，就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啦，生理上出现障碍嘛，就好像我所说的嘛，但有些人有前列腺，他也是有这样的问题。OK， 他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他有时候你叫他也没有什么兴趣，以前哇这么厉害哦，啊，以前那么厉害，现在是久久一次哦，啊，是这样的情况嘛，没办法。年纪大，他本身的这个性荷尔蒙啊，他整开始退了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倾向。他没有感兴趣了，已经没有再感兴趣了啊。说到什么呢，也都没有这么含沙了。OK 啊，不过也是有些人还是精力旺盛的。OK 啊，也是有精力旺盛的哈，啊。我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新加坡的有一个 case 就是这样，哦，70多岁还这么旺盛。OK， 那么当然这些东西哈，哦。是女生的专利，啊，但是男生已经有了，啊，在这边我也顺便讲一讲女生，因为在这里在座的很多位有很多都是女生嘛，所以呢我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同样的会觉得很累，不过呢她的，女生的这个情况更加明显，很流汗啊，好像发烧一样啊，烧一下子哦，然后又流汗哦，然后又睡不着哦，觉得好像很 backache啊，不知道怎么办，哦，然后呢他那个地方会很干，干的时候当然就是痒， OK， 干到哎，是干到不辣，阴道干涩， OK， 那么就很干嘛，干的时候呢又不好意思啊，公共场所面前抓的话又抓伤了又不好，对不对，然后又很痛啊，对不对，又很痒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又是，啊，一个很难说的问题，那你不可能随便跟人家说，哎，我现在很痒，我哪里痒就是那边痒，我们怎么样，人家说对不对，用牙刷啦，是不是OK，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啊，记忆力开始了，因为他退化嘛，脑袋因为他的荷尔蒙啊没办法建造，就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这个细胞那方面的故障，然后慢慢的退化，他本身的分裂很快，因为他的里面的有一样东西叫做端粒，他端粒开始短了，OK， 开始短了，所以出现的问题包括他的乳房萎缩松弛，啊，松弛，人家说啊，18岁的啊，把那个两粒东西拿起来，一支笔都夹不到，现在哦，啊，50-60岁哦，7-8支笔夹住都可以夹得到，都不会跌的啊，那个就很厉害啊，那个它代表什么？你的那个地方已经松了 ，OK。啊，那个蝴蝶袖啊，跟人家说拜拜，旁边的人觉得特别凉快啊，哇，好凉快哦，哎呦，这么凉快，就原来是那个人跟他说拜拜，是不是？啊，跟他说拜拜，那个蝴蝶袖砰砰砰砰砰这样子 ，OK， 就是这样的情况哦，哎，很多问题，因为他本身他的荷尔蒙掉了嘛，啊，荷尔蒙掉的话呢，他的本身的肌肉松弛啦，然后呢，皱纹就开始来了，因为他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啊，他的胶原蛋白啊已经开始慢慢退化 ，OK， 慢慢退化，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补充给他增加胶原蛋白啊，因为胶原蛋白哦，是我们人体是可以合成的嘞，你知道吗？是人体可以合成的嘞，哦，只要你有足够的食物给他，他是可以合成，绝对是可以合成的 ，OK， 所以呢不用说啊，直接呢啊要去吃一些胶原蛋白的食物，不需要。好，那么直接呢吃你本身的身体需要的食物，然后它会自行给你合成好胶原蛋白给你啊，自己做的不是更好吗？你何必要外面请满嘎赖进来帮你做事情呢？如果万一满嘎赖不在呢，你怎么办？你不是
一来到他的话的情况不是很糟糕，所以呢，你要知道啊，整个情况，包括哈、啊，因为你整个荷尔蒙呢开始减退了嘛，所以呢，你本身你就是开始什么月经不调，有时候来多，有时候来少，有时候来前，有时候来后，有时候25天，有时候28天，有时候35天，有些呢，甚至一年四季。啊，都会有的，司机也是有的 ，OK。所以很多的月经不调，有时候有些来又来，来又不来，来又不来，今晚你也来不来，他又不来，你又来，我又不来，我来我你不来，这样子哈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啊。女生方面啊，和荷尔蒙就是因为她的那个雌性荷尔蒙下降了，尤其是更年期过后的女生，如果哈像这种情况哈，她的雌激素下降的话。很可能哦，他之前是低血压哈，当过了更年期过后，那反而会高血压，而且呢比男生高出2倍的高血压，反而他会有高血压高，很奇怪，然后都是荷尔蒙在作怪，好，血糖任何一方面都有问题，生育能力肯定降低，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生孩子要选一些比较年轻时候生孩子？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之后荷尔蒙就没有了，开始慢慢减退了。所以他的生育能力就很差啦，他营养又不够给自己啦，啊，又更加不够给孩子，那孩子生出来会怎么样？所以呢，很多是不鼓励高龄产妇，除非他有很足够的营养，足够的营养是没问题，但是你有不足够的营养的话，还是少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孩子生出来营养不够情况，问题将会很多很多。OK， 然后还有的就是心跳加快，心律不齐，有时候跳快，不，这些啊，都是跟这个荷尔蒙有关系。然后呢，体重增加，脂肪凝聚的情况，就是因为有一样东西叫做脂质激素。OK， 在人体里面脂质激素下降，所以呢才会导致你吃的东西哈、哦、没办法哈、哦、代谢，就会这样子嘣肥下来咯。啊，这个呢要吃一种油才可以的，哪一种油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哈、哦，因为我们本身啊这一次我们不只是单单哈、哦、讲冬令男版女版，也包括讲其他的营养在内 ，OK， 其他的营养在内，因为很多营养都是要配合的，记得哈、哦。很多营养都是要配合的啊，今天不可能是只有你就可以撑大局的啊，就好像5个手指，每个手指都有它的功能 ，OK， 每个手指它都有它的功能啊，这个手指常常可以夸奖人家，这个手指哈、啊、就是责骂人家，这个手指呢啊更加不用说了咯，对不对？这个手指啊，人家说抓钉中指来捉人呐 啊那个就不好咯。这个是什么？这个本身来说呢没有名字，然后这个是拿来做抠鼻屎。OK， 好，那么刚才讲啊，那么在这边的话呢，5个手指都有它的功能，所以你看哦，不可能说一个全部就做完了，所以呢，很多东西都要互相配合，而且呢，身体里面的啊方程式都是需要什么加减乘除 ，OK， 今天谁没有谁肯定是活不了，不是活不了，很难过，生活很难过，所以呢，这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一切的所有的种种的现象，啊，不同的种类，不管你是叮叮当也好 ，clock clock 也好，鸣响也好，的怎样也好，哔哔叭叭也好，我告诉你，全部都是那一个东西作怪，就是跟断裂有关系。断裂就是在细胞里面的，啊，断裂就是细胞里面，细胞这个断裂来说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啊一种 ，OK。一种的这个 DNA 啊，它的这个染色体哈、哦，所以呢，这个断裂酶，对一个断裂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是断裂哈、哦？你要知道，其实本身是染色体的两段，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头的两四边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这个叫断裂咯。OK， 整个啊，整个本身的这个染色体来说哈、哦，啊，它是什么？它是。它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断裂的两个头的地方 ，OK， 通常一般上来说哈，细胞每分裂一次哈，断裂就缩短，每分裂一次缩短，分裂缩短，分裂缩短，缩到它最短之后呢，就是没有命了 ，OK， 所以呢，这个跟生命人有关系，而且本身呢，跟你身体上的一些老毛病。啊，那些所谓的慢性疾病，就好像刚才我说什么的前列腺问题、荷尔蒙问题，全部都是跟你的这个啊
细胞你的这个端粒有很大莫大莫大的关系、哦、所以呢本身来说你要知道它是每两年分裂一次，每两年分裂一次，分裂一次就短一次，分裂一次就短一次。所以呢我们现在、哦、最重要做到的不是解决你疾病的问题， OK， 疾病的问题你要去找源头，源头找到了那么疾病自然消失，就这么简单。你一定要去找到源头，任何东西不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很多东西你本身来说呢，好，都是要看你的身体哪个状况。鼻子跟肺有关系，耳朵跟肾有关系，眼睛跟肝有关系，嘴巴跟 口腔跟这个脾脏有关系，全部都是有关，舌头跟心脏有关系，全部都有关系。身体上的身体的问题的障碍、哦、在中医来说呢，他们就是说酸湿寒这三种，湿寒酸这三种、啊、这三种导致身体出问题，然后导致身体出问题。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不要说啊，我们五千年的那个中医、哦、啊没有用啊，五千年呢、啊、能够啊到现在、啊、还存在的话呢，就代表它有一定的价值。任何一样东西到现在还存在，就代表它是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很多其实早期时候都有很多的一些很特别的，好像那什么以前的那些湘西赶尸啊，这样跳跳跳，哎，真的是有的，我告诉你啊，只是因为现在有 bus 有飞机，不用了吗？不用跳啊 ，OK？ 难道你是要从这个吉隆坡跳到怡保去吗？对不对？跳他的脚都断了啦，是不是？所以呢，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本身呢，他现在的交通工具已经可以取代，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东西，久而久之就忘了，遗忘了哈。没有需要嘛，当然没有再用了咯，所以呢就失传咯，所以很多东西都失传了， OK， 只留下一些有存在价值的就存在、啊、吃那方面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吃好身体什么、啊、因为常用嘛就存在了、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一直以来公司都是建议性鼓励性，我们用食疗，我们用食疗、啊、正所谓的上治未病下治已病，还没有生病之前呢，我们要给他、啊、调理好，那么你自然呢就不会生病，不要到最后呢发生事情你才来亡羊补牢的话呢，那已经是太迟。所以呢在 这一方面的话，你要知道让你的细胞健康，当细胞健康，那么你的人自然就会健康。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要给你最底部的总司令部有那个营养的存在，就是呢怎么去保护， OK， 记得哈，怎么去保护你的端粒，怎么去保护你的端粒，要怎么去保护呢，就是防止它氧化， OK， 防止它氧化，它没被氧化呢它就不会被病毒被这个细菌给感染， OK，它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的话它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 mission， 我们的使命就是防止、哦、这个端粒、哦、产生变化， OK， 我们要保护它，我们要保护它。要怎么去保护呢，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保护的话，那么它会造成很多炎症， OK， 一个心脏病、哦、如果是本身端粒减短的话，它会一般上呢比普通人死于心脏病三倍，传染病八倍， OK， 外面很多现在 COVID-19 的、哦、他们很容易去世，因为他们本身身体都呈现一个很虚的状态，他本身都是有长期服药，他们有长期服药造成呢他使用外来的药物控制他身体，身体自然就不会有自然的衍生的抗体来对抗外来的病毒，才会出问题。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厉害的，我告诉你今天的科学也没办法去解释到身体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发觉的那种潜能，不然的话、哦、这个端粒也不会在2009年才发现，对不对？要发现早都发现啦、啊哎，就是因为一直精益求精，所以呢才发觉到这个地方
这个细胞里面，喂，原来还有一样东西叫做端粒，只要啊保护它不剪短，它就啊不会有问题。所以呢，这三个科学家为什么会拿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本身来说呢，他是研究到这样，你看2009年才研究得到，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奥妙，很多东西其实坦白说，科学就是等于发掘，你有发掘就叫科学，没有发掘就是没有不科学。所以在这边的话，难道我们没有发掘它就不存在吗？它不可能不存在，它本来就存在，只是你还没发掘而已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真的到现在目前为止很多都还没有办法发掘到，你的潜能，你的身体，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让你的这个细胞不会受损，延长你的这个端粒，让你的端粒受到保护。 OK， 那么怎么去保护我们的端粒，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呢？不管你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因为今天虽然是讲男生，但是呢我会牵涉一些女生，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有共同点的。因为我们的产品虽然今天有出女版跟男版，但是它里面有三样成分是同样的，所以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讲哦，可以一起来讲的。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里面，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里面来说哈，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里面来说啊，最基本的我们有三种东西，不管是你的这个男版或者是女版，这个都是有。其实本身这个产品今天就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端粒，记得都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端粒，这四个头啊来保护我们的端粒。所以呢你要知道端粒是如何去保护它，我们用什么成分去保护。因为目前呢在这世界上来说哈，我们本身公司哈，他很用心，他怎么用心呢？他要找是找最好的啊。你要知道的就是，全世界来说呢，不可能只有一个国家哈，他什么都很厉害，他肯定是有这个厉害，但是另外一个又不厉害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想尽办法哈，办法想尽哈，哪一个国家好的我就拿回来。这个国家这个厉害的我就拿过来，这个国家这个厉害的我就拿过来，就是一直上网在 search 这些产品啊。我告诉你，几年前都是在研究，一直在研究。OK， 我们在睡觉啊，公司老板在研究哪一个最好，因为他自己也要吃嘛，他其实做来也是给自己吃啊，自己吃的好，当然才去介绍给大家。所以呢，如果是有问题，当然老板先有问题啊。对不对？因为老板先吃啊，所以你绝对放心，老板先吃才到你们吃，所以呢，你说会有问题吗？不可能有问题，安全性肯定是高了，因为老板吃了，老板不要命啊，对不对？啊，老板比你更爱命哦，对不对？啊，更要长命百岁哦，是吧？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必须要想到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基本上他找很多国家。好，结果呢找了几个国家，一个是纽西兰，就是现在的新西兰，一个呢就是印度，一个呢就是日本，一个呢就是韩国，一个呢就是加拿大，这些地方全部都找了过来， OK， 都找了过来的，它的原料全部收集，就是那些供应商，这些目前呢是供应商的一些名字哦。那么他本身来说可以找过来，找过来之后呢，将它集中在一个产品里面， OK， 将它集中在这个产品里面，将所有的优点全部集于一身。所以呢你本身要知道你今天你吃的这个产品是多么的好，因为将所有的国家的那个东西全部集中在一起，所以 very 怎么样，劲超啊，泰国金妈妈啊，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来全部收起来集中于一身那么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虽然是说将所有的优点集中于一身那么最主要的还是什么，价钱呢不会变，价钱还会在300块楼下。所以呢你可以想到一下，就是我们的老板呢所想的，他的出发点不单单是为盈利的，
它是最主要呢，健康是排在第一位，健康是排在哦排在第一位的 ，OK， 然后第二呢才为盈利。所以呢，在这边来说呢，你要知道的就是说，它本身所用的材料不是普通一般上的粉状这么简单，哦，它是拿它的粉状里面的精华，就是拿萃取的那些重要的精华放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而不是哦整粒黄瓜、整粒木瓜、整粒黄梨这样子放进去，你知道吗？它是拿那个黄梨哦，它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啊，将它萃取出来放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么大粒东西会变成这么小？因为它拿的是萃取物 ，OK， 拿的是萃取物，所以变成呢，它就是有这么的 concentrate 啊，这么的浓的东西，但是还是保持那个什么食物的级别，这才是厉害。我告诉你，这就是厉害。还保持着食物的级别，这就是厉害。好，所以呢，今天让你知道一下，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你看成分方面的话，女生的比男生的更多，所以呢，多么羡慕啊！啊，不过你放心，男生可以吃女生的，女生是可以吃男生的，男女可以交叉使用的，没有问题的。啊，为什么可以交叉使用呢？等一下我再给你知道 ，OK， 给你知道更清楚的东西哈。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男性版的这个啊产品里面的成分呢，它就是有这个 androgenone 啊、tagua 啦，你就听那名字就知道是日本的咯。然后呢 ，inobia、inobio 啦，然后呢 ，carrier 啦，然后还有 zemex 啦，这些哈、哦、这些名字哈、哦、你都知道。他们都是来自哪里？大概已经阿嘎都知道了咯。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男性的产品呢，它是有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玉米黄素、叶黄素啊，那个姜黄素啊，这个所谓的啊、纽西兰的松树皮干细胞，男生女生都有。啊，但是男生版呢？啊，有的女生没有，这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顶级的玛卡的萃取，还有呢三个，然后 BCAA 的支链氨基酸啊，支链氨基酸能够增加你的 ATP， 增加 ATP 不会让你 LPP，OK？、Okay? 那么你要知道啊，不会 LPP 不会让你蓝啪啪啊。那么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啊，这个东西哈、哦，它里面的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在男女版都会有的，好，那在这边的话呢，那这个松树皮的这个萃取物哈、哦，来自于新西兰啊。前几天我们有放了一个 video， 就是新西兰的老板他们就出来讲话，他说他的这个萃取呢，就是拿了松树皮啊，虽然是拿了松树皮，但是绝对不会伤害到松树皮的成长，它还是继续成长。而且呢，这个松树来说呢，它本身是什么？说松树呢，它是这个森林界里面哈、哦、最长命的一种树啊。这松树是啊，人家说什么长命百岁像松树啊，都是用它来比喻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因为本身纽西兰就新西兰的空气啊、环境啊都很好，所以呢，它才会长得更好、更漂亮。啊，不排除其他国家会有啊，只是本身呢要看它的这个环境素质，啊，来断定一个产品的好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point 来的哦，啊，这个环境的素质来断定一个产品的好坏 ，OK，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它的这个松树最主要呢就是什么？最主要呢还是那个抗炎的那个所谓的花青素原啊寡聚原花青素。啊，这个呢是本身呢是最特别的，这个抗氧化值哈、啊、最高的一个成分 ，OK， 最高的成分，它的这个抗氧化值哈、啊、高达8974，啊，外面也是有其他的牌子，但是问题来说呢，这个抗氧化值会比它高出1000或者是600左右啊，它的这个数值，如果是同样来自加拿大也好，怎么样也好。它都会有区别 ，OK。到说回来，就是我们老板全部都筛选过 ，OK。不像说你们要吃啊，去加拿大呢，你们要吃啊，去纽西兰吃咯，你要去日本吃咯，它
不用你这么麻烦，全部从不同国家带回来，放在一个产品给你吃 ，OK？ 所以呢，你会觉得哈，真的是西北高了4896啊，非常厉害，因为它这个松树皮啊，这个松树皮干细胞啊，它本身来说呢，它除了环保又不伤害生命，而且本身来说呢，它到目前为止啦，1998年哦出现哦，到现在目前为止啦，它用了60吨哈、哦，它的那个量出来了，已经出了60吨了。所以呢，这个人可以想象一下它的这个数量哈、哦、的价值。第一，它最主要它是可以呢抗呛，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很强 ，OK， 它的抗氧化值刚才给你知道，而且呢，它可以保持那个血液循环。啊、心脏啊，血压方面啊，还有呢脑部，哎，他们有做过实验的，你知道吗？他们有做实验的哦，他们有做实验啊，那个人呢、啊，如果吃了12个礼拜啊，12个星期啊，他的脑力的敏捷度啊，啊，会到差不多40几岁的年轻人的那个状态 ，OK？ 如果他本身今年是66岁，他们本身有做过实验的哦，他66岁啊。他吃了差不多是12个礼拜啊，记得12个礼拜，他的脑部的敏感度啊，他的那个敏捷度啊，反应啊 ，OK， 反应啊。不过我告诉你呢，你在这一个两个礼拜哦，你吃了之后，你也是感觉到你的人哦，特别的领些神神呐 ，OK。所以这种感觉哦，你要吃才知道，你没有吃不知道的。所以呢，为什么要给你知道买用之说啊？买了之后用了，然后才自己会讲。啊，所以买用之说就是这样子的。那另外来说呢，就是抗老化方面，它减少哈你的这个基因的损伤 ，OK， 你本身的这个断裂的损伤伤害。所以呢，如果是本身你的断裂哈都由它保护着你的话呢，啊，那么它就自然呢就不会哈，那么就不会衰退。那么不会衰退的话，你的人不会老化。你的人不会老化的话呢，你就保持年轻，你的机能呢不会老化，不会下降。喂，你既然不会下降的话呢，它会给你维持所谓的身体的平衡。身体维持平衡的话呢，它就会做出这样的情况 ，OK， 就是让你的身体的更健康，你就不会有病，就这么简单啦、啊。所以就是要靠吃啊，你吃就是很重要啊。眼部它会保护 ，OK， 保护让你的这个啊年龄虽然增长，但是呢你的眼力还是保持这么明亮，眼睛金金嘛 ，OK。皮肤啊，让你会有自然的。不过呢，皮肤的这个保健一定要跟这个英加果油配合，就是它里面的Omega 3679，然后跟那个欧洲的坚果哈、啊、来配合，我告诉你才会有这样的效果，更好的效果啊，更好的效果啊。OK， 这些呢不是我们乱批的。啊、都是有 pattern 的，都是有文凭，都是有证据。这些文凭、这些证据、哦、拿出来要这么厚啊，一打打啊，这么厚啊。所以如果是你要看啊，或者是有些人呢遇到一些比较怎么说啊，GL 的人呐、啊，然后一些 GL 的人哦，啊，那么遇到那些 GL 的人呢、啊，那你本身呢，你叫他去公司啦，给他看呐 ，OK， 啊，看一分给100，看两分给200啦，那么给他看看到爽为止啊。OK， 啊，所以呢，这个来说呢，就是有很多 pattern， 有很多数据，啊，就证明呢它是有这种功能，啊，而且呢，还有的就是什么，还有它的本身的数据，啊，跟其他的比较，好，比如说那些什么藻类海藻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葡萄籽啊，啊，葡萄籽精华啦。那么还有呢，绿茶精华、儿茶素啊，哎，你看呢、啊，它的抗氧化值哦，真的高出一两倍，不止一两倍哈、哦，你自己看了、啊、看那个全部有数据的。如果是你要找这些数据哈、啊，你就我最后啊有会也是有一些 remark。好，如果是说你要更仔细的话，你看不清楚的话，那些 remark 你就去 reference 啊，那些 reference 啊，你就去公司那边找啊，给你慢慢的找。OK， 慢慢的找 ，OK， 然后呢，还有就是维他命 C 都比不上它 ，OK， 维他命 C 都比它低。维他命 C 有些人呢、啊，他们是要拿什么很流行的吗？打针啊，打美白针就是打维他命 C 啊 ，OK， 打维他命 C 给他美白啊。所以你看 Michael Jackson 是打什么？打美白针是吗？打到黑的变白的，对不对
但是你看哦，会怎么样？最后啊，自己会知道结果了。所以有时候呢，他们就是说，哎呦，不要又懒惰运动啦、啊，又懒惰吃啊，要快啊，啊，身上有钱了吗？所以呢，你看做到一些东西，最后搞得不神不鬼，啊，还有这个儿茶素啊，那些什么的，你看哦，真正的你要做到东西 ，OK， 你要美白没关系，我们的产品里面 Cell Blow 给你们吃的食物有谷胱甘肽，让你越来越白，它的褪黑激素它本身来说呢，让你本身呢不会有这个黑色，就这么快的有这个黑色素，所以呢，这个来说呢，靠吃的。因为我们人呢、啊，就吃食物长大的嘛，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冰棒的东西都是靠食物长大的嘛。所以呢，你要解决身体上的问题，你就是必须要怎么样？要靠吃的，要用时间的啊。那为什么？既然你有时间哦，弄坏你的身体哦，弄垮你的身体，为什么你没有时间去把你的身体呢调好呢？对不对？你不花都已经花了十多二十年。把你身体搞到一塌糊涂，搞到乱七八糟，那你为什么不拿时间去慢慢调你身体呢？这样你对你身体不公平吗？对不对？他对你这么好，又帮你举手画脚，又帮你想东西想那个，帮你创造很多东西出来，那么你既然是说一分钱都不舍得给他，然后呢还要给他怎么样折磨啊，熬夜啦，喝酒啦，抽烟啦，一大堆东西给他不要的东西啊，吃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这样子的你对他公平吗？对不对？所以今天有机会给他营养的话，为什么你不对他好一点呢？对他好一点，你就活得长命一点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哦，跟你最久的就是身体了，没有东西跟你最久的啦。我告诉你，只有身体跟你最久的。所以呢，你本身呢、啊、就这么简单的、啊，你不要他的话，很简单的，你把他搞垮是很容易的事情的。熬两三个晚上哦，十个晚上不睡觉的话，你全垮了。OK， 真的很简单的。所以呢，啊，好像人家说，要做好十年，做坏三天，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我们呢、啊，你看还没有讲完，全部都刚刚才开始就讲到第二个，都已经讲到九点钟了咯。好，你看哦。本身呢，我们的男性的最主要除了这个松树皮干细胞以外哈，第二个 important 的就是玛卡。玛卡和很久以前呢、啊，那些原住民啊都是拿来做一些就是提升他的能量的一些食物。OK， 他们打仗啊、战争啊都是靠它来提升啊，将他的精力发挥的啊淋漓尽致啊，这个就是玛卡。它本身的妙处，它的厉害的地方，而且呢，这个玛卡我告诉你哦，它本身哦，它不是随便采啊，不是你割来轮下就是采到的，你知道吗？它是在海拔4000尺啊，4000公尺米特，在那些比较寒冷的地方哦，能够还恶劣的环境成长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好东西。他们居然能够在这么高的海拔4000公尺的地方拿出来就是拿来就这样子吃，他只是单单这样子吃而包水怎么样弄到这么有效果，何况啊我们是萃取 ，OK 萃取，所以你看萃取啊比它更厉害哦，它本身怎么减少你的疲劳感啊，减少身体的乳酸，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常常啊久没有运动啊。你一做运动之后啊，你这边酸啊，那边酸，肌肉酸痛的 ，OK， 它可以解除 ，OK， 它可以减少，而且呢，它促进了脂肪细胞的代谢，因为基本上哦，我们时常做运动啊，都是做哪里吃那个肌肉的那个细胞的那个能量啊，吃你的肝脏的那个能量 ，OK， 那要真正吃到你的脂肪的那个能量，你的细胞的那个代谢的话呢？要多运动超过1个小时以上，你才会动到。所以有时候啊，你爬山怎么样也好，爬山下来之后，你吃一个落地炸奶，完蛋了，你不用爬了啦。我告诉你，不用爬了。好，所以呢，这种情况全部都这样子嘛，你补回来了吗？因为有时候啊，产生饥饿感，让你产生问题嘛。所以呢，我告诉你，你本身你吃玛卡的这个萃取，它本身就是它直接就会消耗你的脂肪，所以呢。人家说哈，有些人呢，他拿来怎么样，让他的身体更结实啊？所以为什么女生如果是说要纤体的话，OK， 不要减肥了哈，纤体了，
女生最怕什么？人家讲她肥啊，讲她老啊，讲她丑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问题哦，如果是吃了男女版的这个东西，你真的哦睡叮当。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到时候再跟你讲，慢慢讲啊，讲不完啊，我告诉你。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提升你的身体活力、持久力，你吃了这个啊，不像以前一啊久久一次，会变到什么情况？一次久久。OK， 你要明白九九一次跟一次九九的区别在哪里啊 ？OK， 然后还有呢，对癌症方面有明显的帮助，因为它也是有一个很强大抗氧化，对你的前列腺有帮助。前列腺我告诉你，如果是发炎的话，你一定要配什么？你一定要配这个英加果油，英加果油再配那个什么？再配那个 Balance， 一定要用这个 Omega 369跟这个玛卡来配。我告诉你哦，你最后呢？你可以感觉到、哦、你真的不同了 ，OK， 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因为哈，我告诉你，前列腺、哦、是很多五十岁以上的男人的一个很怕的东西啊，这个可以算是男人最痛，因为当你小便啊，小不出来的时候啊，里面有很多尿啊，哎，最后你怎么样啊？你挤不出来啊，又尿不出来，是因为那里面的那个核桃体啊。发炎肿胀吗？他尿不出来啊！我告诉你要去医院哦，用那个铁丝啊，从那个脊椎骨骨胶那边哦塞进去那管，给他扩张啊，扩张那尿给他出来。我告诉你，那个就是最痛啊！而且如果要开做手术啊，也是同样在那边插进去，出来。我告诉你啊，扣出来啊！哎呀，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要这个问题的话，赶快哦，吃油啊，赶快啊，吃那个冬苓，真的。啊 ，OK，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哦、你要知道的那个前列腺有帮助，强筋强卵，男生女生都对它有帮助 ，OK， 成本很高。刚才这个就是我说的，它可以将你的这个消耗你的这个脂肪那个脂为脂肪细胞 ，OK， 消耗你的脂肪细胞啊，不会透过你的这个身体的肝脏和肌肉来去消耗，不会让你会。造成那个损耗 ，OK， 所以呢，它的好处是在这里，啊，它消耗你的脂肪，所以你会觉得，哎，吃这个哇，收了哎，收你的肚腩了，知道吗？看你不会这么肚腩了哦 ，OK， 好，那么其实这个玛卡，我不是跟你说了，都是在这个海拔4000公尺的地方哦去提取，然后呢，它是在秘鲁那个地方提取，再拿到日本去提炼。OK， 再拿到日本去提炼，你都知道日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哦、所以呢，他就拿去提炼萃取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司用心良苦啦，哈、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它的好处在哪里？哈、哦，拍个照先啊。OK，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玛卡的用途，他们拿的东西哈、哦，然后呢，你看连对治肺癌更年期改善都很帮助哈、哦，所以呢，你不会有那种淡淡湿湿啊，或者是无精打采啦，啊那些问题啊，全部哈、哦、可以呢给它本身调好，好、啊、可以改善啊，所以你在这边的话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玛卡哈。哦它吸收的养分都是在那么高山、哦、没有受到污染地方，所以你看它好就是好在这里了 ，OK， 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当然我们另外第三个比较特别的、啊、就是、啊、男生有的这个 Enobio 就是最主要是 BCAAs 的这个、哦、它的本身的三种氨基酸，好、啊，亮氨酸、一氨酸。那么这个呢，本身组成的支链氨酸呢，它的这个提升你的 powerful 啊，就所谓的肌肉所发挥出来 booster 啊 ，OK， 它 booster 在里面哦，发挥出来的能量哦，是超过18种氨基酸，他们所给你的 ATP，OK，、okay? 他们一般上哦，这个18种氨基酸所给你的 ATP 是32，OK，32，它是。肌肉发挥出来，就是你吃的食物，它储存在肌肉里面，再发出来 booster 给你发出来的那种力量、哦、就是这样。那么本身这个三个氨基酸、啊、
OK， 这个三个氨基酸呢、啊，它就产生了117的 ATP， OK， 117，基本的是32，现在你的是提升了几倍的117，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你就是充满力量，好像那个七龙珠的那个沙亚人，哇，超级沙亚人啊，哦哟，顶啊那种力量出来了啦 ，OK， 然后呢，它可以呢。延缓你的大脑疲劳，减少肌肉疼痛啊，减轻你的疲劳程度，可以立刻给你 recover， 很快的 recover。所以我说为什么开长途车的朋友、哦、你本身试着这个产品、哦、都是对你有帮助的。你看还可以拿到很多 button， 好，那个 button 全部都有的。好，那么这些呢都是讲求，我们是讲求什么数据 ？OK， 那另外呢，你看呢，这些都是我刚才所讲的，那这个。给你解释，就是 ATP 在你食物吃进去里面，然后的力量呢，然后代谢之后分解发出来的，就是给你们做活动用的 ，OK， muscle，OK、okay? 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要知道它的好处啦 ，OK， 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什么 carrier 呢，就是本身呢这个姜黄素啊，又跟外面的不同了，怎么不同呢？它本身跟外面的这个姜黄油啊、姜黄粉加起来都好啊，它是这个产品啊是它的六倍 ，OK， 它的六倍。如果本身呢、啊，我们只是单单这样子吃啊，跟你本身现在哈、哦、萃取之后所吸收的哈、啊，我告诉你最少都有五倍以上，所以呢它吸收又很高啊，然后呢它利用的又很高。所以这个是和无敌敌 ，OK， 它本身对我们的代谢，而且呢，它这个姜黄哦，对去寒哦，女生哦，子宫的寒气重 ，OK， 它最主要还是要靠这个女生哈、哦，子宫经痛啊什么，它靠这个来去它的子宫内的寒气哦，因为子宫寒气凝聚的话哈、哦，积载的话。如果是没有去搞好的话，它很容易长那个瘤啊，子宫瘤 ，OK， 长子宫瘤。所以呢，你要知道整个情况哦，是什么情况组合成，而且有些时候呢，是你吃太多的那些加工食品，它的化学原料啊，成长激素某一些激素而形成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荷尔蒙不要给外面的那些加工食物改变它。OK， 因为很多外面的食物呢，好像那些鸡啊、达张鸡啊、什么的成长剂啊、激素啊，啊，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吃了之后，如果肝脏没有办法去解毒的话 ，OK， 我告诉你，这些全部吃进去，久而久之，我们身体是讲累积的吗？所以它就会出问题。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因为防不胜防，没办法避免，只好怎么样？只好呢，多吃健康的食物。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灾害，免受灾害。所以呢，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什么？对自己更好，啊，对自己更好，让自己呢更加长时间走上去，来照顾你的家人，啊，所以你是非常重要的，记得吗？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要知道哈，这个抗氧化肌肉骨骼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呢，它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用姜黄油啊、姜黄粉啊，它的效果和我们是它的六倍以上，吸收是超过三倍以上的速度 ，OK， 三倍以上的速度，它的快速啊吸收，它为什么会？有很快的效果，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啊、不可能说今天吃马上就变成靓仔了啦、啊啊、它也需要时间、啊、因为身体需要时间。OK， 好，那么在这边的话呢，还有就是说男版、女版都有的这个所谓的、啊、叶黄素跟玉米黄汁，这个呢最主要呢就是对身体的健康、啊、眼睛那方面呢有帮助。它本身是来自于印度啊，印度哈、啊，它是用万寿菊，然后用万寿菊啊，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激素啊来去提取，减少杂质的。
的混合，然后呢精密的处理哈、哦，提取到它的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所谓的叶黄素，它对晶体，我们的眼睛眼球的里面的晶体哈、哦，眼这个视网膜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呢，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些客人他们吃了之后，他的眼睛感觉到不同。当然，本身来说呢，我们还有吃其他的这个公司的产品 ，Cellblow 啦，还有这个Balance 啦，啊，来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平衡 ，OK， 所谓的平衡哈。那么在这边的话，最后就是男生版的这个所谓的精氨酸，啊，精氨酸呢就是可以呢调脂血脂，让我们的血管壁哈。有氧气啊，增加更多的这个一氧化氮啊，然后呢啊提升我们的能量。所以呢，在这边呢，我们的这个精氨酸再加上哈、啊、其他的这个姜黄素哈、啊，那个所谓的松树皮干细胞哈、啊，它就是一只老虎天上的翅膀哦、啊，真的如虎添翼。所以你说男生吃了这个会不会梗超？还相当的紧凑、啊、不是相当紧凑，是好鬼紧凑。OK， 西北高拿4896的那个吃了真的是紧紧啊。OK， 啊吃了紧紧啊。那这个女生吃的也是可以让她的肚腩啊、身体的啊代谢哈 啊本身呢改善，然后呢本身你看身体的那个基本的能力就加好了。OK。那么这个产品素食者可以吃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反式脂肪、化学香精、化学色素、防腐剂、基因改造、胆固醇、乳制品全部没有，单纯是食物啊。不过记得哈、啊，孕妇啊、怀孕的人 啊一定要咨询先医生，哺乳喂奶的人啊，或者是有在吃着另外一种什么的是什么荷尔蒙药啊什么的啊。就是要问过啊，要问过啊 ，OK， 记得哈 ，OK。然后呢，还有的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记得这个产品要配合这三样 ，OK， 这三样啊。第一个，先调好你的肠胃，让它更好吸收，啊，因为本身来说呢，这个 Intragut 就是你的第二个大脑，它也是间接影响荷尔蒙，所以呢，要给它处理干净。保护你的这个肠道、啊、保护你的第二个大脑，然后呢 balancing 呢肯定很丰富的一个 omega 家族3679都在里面、啊、所以呢它本身呢还有一样东西最厉害的就是脂质激素 OK 让你不会变肥的，提升脂质激素、啊、让你会变瘦的，因为有些人呢做什么都不会瘦，好，呼吸都会肥，这个呢可以呢帮助你啊，可以帮助你哈、啊，听清楚啊，呼吸都会肥啊 ，OK 什么的，这个可以帮助你啊，而且它本身是很完全性的啊，那不管是啊多元还是单元都有在里面，然后36加本等于9，然后另外再加7，都是来自于印加果跟这个澳洲的坚果。为什么不用夏威夷果？我们常常讲的夏威夷豆，因为夏威夷豆的这个树脂，它的这个成分，它的这个成分的里面的营养哦，比不上这个夏威夷的。所以呢，它在这边的话呢，就为什么公司要拿它的成品是这样原因哈。那 Cellblow 很不让基本营养都有，因为基本营养我们一定要最低要补充，所以。三个配合起来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会有一个理想健康。但是不是只是吃这个，你就不用吃其他的 ？OK， 这个毕竟呢，它不是仙丹，它是食物，它补充你身体呢缺乏的。那么基本上有些食物你还是照吃 ，OK， 不是说只是吃这几个，其他都不用吃了啊，不是这样子哈、啊，记得哈。好，那么呢，我们的成分刚才讲了吗？男版跟女版，女版都有已经讲了，差不多有三个都有。但是呢，女版里面有个成分很厉害的，那是什么 ？Estrogen 100，它本身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里面成分有白首乌、这个含蓄段啊，还有朝鲜当归，就是让你平衡你的这个雌激素。因为女生呢、啊，
一到了这个40岁哈，他就开始下降的他的雌激素。所以呢，我们要给他怎样平衡 balancing， 靠食物来提取，然后呢，给你身体足够的营养呢，来去让你的荷尔蒙平衡，平衡你的荷尔蒙，平衡你的荷尔蒙哈。OK， 他本身受到韩国、美国、加拿大的承认啊，总共有17个 patent， 还有非洲那些现在还在申请当中，这4个被批准成为了现在目前的这个叫做 novel food 精品食物。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强调什么，这个一食药食同源 ，OK， 药食同源。所以呢，你必须要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一定要做什么。啊，为夫医者，须知病因，以食疗之；若食疗不愈，方才用药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呢知道的更清楚，我们的这些食物全部都有 patent， 哈 ，novel food 精品食物都是食物，不是药物。然后呢，对凡是开始有来经的12岁女生就可以开始吃的，你如果是女生产品 ，OK， 女生产品啊，这个冻龄的女生产品女版的。女生就在12岁以后就可以开始吃，吃到你本身没有来都是可以吃，因为呢，它让你的这个荷尔蒙达到一个雌性荷尔蒙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那么一直平衡的水平的话，你什么代志都没呢？而且呢，被证实哈，我告诉你，10种女生必有的症状改善的情况有62%。就是热从潮盗汗，感觉到很不舒服，又失眠的，然后呢觉得很焦虑的，然后呢很忧郁啊，想那个想那个啊，想不好的什么的啊，老公对你不好，为什么晚这么晚还没打电话回来什么的 ，OK， 这些忧郁的问题，不想见人啊什么的话，然后这些都是可以，我有昏眩，常常会有昏眩啊，睡左边右边啊，又不平衡啊，喝水不平衡啊，很容易累啦，啊，风湿又跑出来，哎，这些症状哦，那。本身移走感就是好像蚂蚁咬这样啊，啊，蚂蚁全身走来走去这样痒痒痒痒这样子 ，OK， 他有尝试过做过临床实验，有被证实的，这个也拿了版权的 ，OK， 拿了版权的是可以调的，有10个症状，在这边有个 chart， 这个 chart 来说呢是给你比较啊 ，astrology 哈、啊，石榴外面的大冬异黄酮、黑森麻跟 HRT。OK， 那么在这边的话，我强调一样东西给大家哈。那能够让荷尔蒙有变化的有2种，基本上一个是来自大豆的这个异黄酮，另外一个呢，我们本身的公司产品就是类黄酮。类黄酮、异黄酮是不同的 ，not the same。OK， not the same， 你要知道哈，不是叫做黄酮就是一样，不是的。一波跟加兰一波是不同的。你要知道吗？哥大达曼沙拉跟舍利达曼沙拉都不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呢，你要知道，不是有个达曼沙拉就是同一个地方，不是，不是有一个名字相同就是同样东西。好，那个叫阿平的，绝对不是你家的那个阿平。OK， 虽然名字相同，但是呢，他的姓是不同，所以呢，也是不一样的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用这种情况来去理解，因为之前刚刚有一个得到一个消息，他们。听到说固醇哦，哇，他就很害怕。有一个没有那个神格林跟我们讲，哇，你们不要吃啊，危险啊，这种药啊，吃了什么的啊？他问他是什么啊？那个是不是类固醇啊？我说屁啦，类什么固醇啊？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植物固醇啊？所以呢，有时候你像有些人啊，没有知识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咯，乱来搞咯，最后就变成什么？英文叫什么？神格林根，中文叫什么？仙家 ，OK？ 不是因为他们。大声哦，你有读过，你有受过训练，你就怕他啊。他大声并不代表准，有些人说大声讲不准，所以你要知道很多东西，你有读过，你有训练过，你有听过，你绝对有信心要去 fight 回他的，你知道吗？不要一直给他挨打的嘛。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挨打挨打的，你要打回人家，你明白吗 ？OK， 你要知道怎么去 fight back。OK，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整个情况哦，你要知道。我们能够对到10种不同，刚才我给你知道的那种10种症状，然后呢，改善阴道的问题啊，骨骼问题啊，不会让你骨骼疏松啊，哦，那么你用这个油啊，是我们的英加果油啊，
还可以呢保留它的骨钙，因为它能够呢让你的 D3 哦更加容易吸收。好，那 D3 更容易吸收的话呢，你的钙就很好收了。OK， 你要知道很多东西都是互相配合的，所以呢，这个油配上这个加起来，砰砰砰砰 ，OK， 好，那么所以呢，在这边呢，那个三酸甘油脂也不是完全不好，一定要给它平衡。副作用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吃黑芝麻的话，肯定你的这个肝脏会 damage，OK，、okay? 如果你吃的一种药啊，就是叫做。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的这个叫做激素代替啊 ，HRT 啊，它会死的，会死人的哈，副作用啊。如果是说要调荷尔蒙的话哈，外面的药啊，记得哈，外面的药啊，现在讲是外面的药哈，你不要听错啊。外面的药这个 HRT 啊，它是有这种情况，会让你会有自杀的那种倾向，会有忧郁的倾向哦，所以你这个要注意啊。如果是有吃这个东西的话，要注意，而且呢，身体会变形。会 变成什么 pattern？ 肯拉利变罗利 ，OK， 知道吗？肯拉利变罗利啊，法拉利变罗利啊，所以你要知道啊 ，OK，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你要知道整个情况，好、哦，有什么副作用？好像大豆异黄酮，因为它的异黄酮才会导致你的这个荷尔蒙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身体的伤害。哦，会造成癌症，引发癌症，所以有些人呢，你要分清楚再怎么吃 ，OK？ 怎么吃哈？啊，那么这个全部大概的讲一下，因为时间上关系了，那九点半了，我没办法讲完的 ，OK？ 没办法讲完，我只好我再下一次啊，下一轮在二十号我再讲 ，OK？ 二十号我再讲，好，再讲其他的更详细的给大家知道有关于这个女性版方面更详细、更透彻。那么这个来说呢，啊 ，Lygo 360啊。啊，这个女生才有的版啊，女生才有的版，记得啊，不是男生啊，女生才有的版啊，红色的女生才有的版。这个抗氧化对神经系统、皮肤方面有很大帮助。好，我们也是拿它的这个中药的，就是我们的材料比外面普通一般上的这个多出十倍，而且是天然的，记得啊，天然自然的哈，没有自然乱来的，我们就不采用的。这个我们选的很久了的。OK， 外面很多公司我们都是要选，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要做长期性，我们不要说捞了一笔就走，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你要清楚知道我们是为大家服务，而且本身这个产品是老板先吃的 OK， 所以呢有问题老板先有问题啊，他哪里有这么傻，肯定要吃好的啦，对不对？对他自己好吗？哦，所以呢肯定全部都是好的。好，然后呢啊，糖尿病啊那些癌症啊的问题啊，它的抗氧化，因为它的胡萝卜素，它的抗氧化也是很高，好，对于、任何方面也是有帮助，维他命 A 都是眼睛也是有帮助，好，对你的皮肤的弹性，好，会保护你的这个胶原蛋白，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好，你身体的胶原蛋白会怎么样？会自行合成，所以呢，你只要能够保护得到它的话，它就不需要给你多补充 ，OK？不需要给你多补充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还有一个，它能够呢防 UV 紫外线 B，OK，、okay? 防 UV， 所以呢，你本身哦，你要涂这个防晒油其次，但是室内也是有 UV， 那么你可以呢透过这个产品来保护身体，防止 UV 侵害你身体，辐射侵害你的身体 ，OK。这个也是会伤害你的锻炼的哈。那么在这边的话，还有这个谷类，这个谷类来说呢，以前的日本人呢是哪来的米洗米水啊，洗那个米粥的水啊来洗脸啊。你看那些日本人的那个脸，你看水叮咚哦，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的就是呢，它本身它是能够补水，它有补湿的作用。它有补湿的作用，让你的这个感觉，身体的感觉有那种湿嫩的感觉，湿嫩的感觉，湿嫩的感觉。OK，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这个基本上保护你的皮肤，然后呢，好，防止那个敏感性的问题产生。这个是女版里面，记得哈，女版里面，男生要吃也是可以。它不会让你变成东方不败 ，OK， 也不是让你放在西方失败啊。这个呢，会让你呢，会本身呢，皮肤更嫩滑。如果是有些人他们说，哎呀，我要
出台演唱的，我要去表演的，好，我要靠脸找吃的，你吃这个啦 ，OK， 吃这个啦，男本跟女本一直呼下去啦，呼他，我告诉你，呼他，呼他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买回去吃，肯定有效果的，肯定有改变的，没有大便都有小便，我告诉你，肯定的啊。所以呢，你看哦，还有包括啊，女性版的，你看哦，还有红葡萄、草莓啊、覆盘子啊、月聚美这些东西，都是也是好、哦、让你的身体清除一些不好的。OK， 那么这些呢也是有它的好处。好，比如说你看蔓越橘哦，可以降低这个尿道感染的风险，预防胃癌。好、哦，然后还有呢，血管的硬化可以呢软化它。好，然后呢，还有的喜多贝雷草莓，喜多贝雷就是防止什么啊？降低那个心脏的风险，降低血压，然后呢，减少炎症那个癌的问题。还有那什么癌什么癌的红葡萄，你看红葡萄像不像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种啊？一种在肺那边的 ，OK， 那肺的形状有些东西是这样，很多。这个水果呀，怎么样都好啊，它很像身体某一部东西，所以呢，就代表它是可以调你的身体的部分。好，比如说啊，那个核桃像不像脑？核桃像脑哎，所以你看补脑咯。啊，你看这个番茄像不像心脏？它切开的时候像不像心脏？所以补心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形状是很像的。OK， 很像的，你看哦，整个万寿菊它的菊花的形状像不像一个眼睛里面的构造，很像的，所以呢它就补那边，记得哈，是这样子哈。但是你要跟我说榴莲补哪里啊？榴莲补哪里呢？这个本身你慢慢去找答案哈。啊，我找到答案我再告诉你哈，榴莲补哪里哈。好，那么呢，我们本身的这个冻龄呢，哈。这个冻龄的男女版呢，它都是可以呢，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连马来西亚的卫生部都已经证实了 ，OK， 都已经证实了哈，它本身不属于药物，不属于保健品，哈，它是归类于食品，它在食品里面 ，OK， 滴答滴高哇滴贝哈滚瓜萨高哇兰达达，就是做药物 ，OK， 药物那方面不是药物管理哈。它是食物级 ，OK， 是 in Jawel Lady and Man， 所以呢，它这个都有马来西亚的证明，你就放心了。而且它是什么植物 ，OK， 然后呢，很多的数据哈，最后是在这里哈，很多的那个数据啊，都是在这边 reference。所以呢，如果是说本身你很有兴趣，对那个 bio 方面很有兴趣，或者是你要证明我本身讲的是不是嘴炮，耍嘴炮。哦，会那么哔哩哔哩哔哩啪啦这样子，新歌灵感啊，那么你就找啦。这些数据都是我们在那些地方啊，那些有名的人士那边呢，就是说那些科学家啊，他们讲的一些理论，我们都写下来了啊，我们都把它抄下来了。好，这个你现在呢，你抄不清楚啊，你不知道没关系，找公司啊，公司你需要什么，公司都会给你的，都会跟你配合的。最重要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 ，OK 啊，让你知道我们的产品好在哪里。我告诉你哈，如果当那些人知道他所有的东西的真实性的话，他们呐、啊、都嫌这个太便宜了。我告诉你，他说应该哦，这个好、哦、卖700块啊，啊，因为哈、啊、只是单 Astro G 哈、啊，在国外啦某一个牌子啊 Astro G 哈、啊，他每一年卖500万盒啊。听出啊，听清楚啊，不是什么500万盒啊，500万盒果巴版呐、啊，果巴版哦，500万盒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它的情况哈、哦、是多么的厉害。现在哈、哦，我们本身几个礼拜啊，几个礼拜都已经卖了3000多盒，3000多4000盒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哦，如果每一年呢1万盒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OK。好，那其他方面这些都是数据的啊，给你知道整个情况。那今天我本身啊原本是只是讲男版，但是公司说，哎，你最好是说两版都一起讲啊，因为同事同龄，你们可以说啊两版一起混合交叉使用，这样的话呢，会对你
的身体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绝对不会说吃下去只是吃爽而已，安慰你而已，没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善的。OK， 男性呢这一方面、哦、肯定没有问题，肯定可以改善，你知道吗？啊，这些、哦、都是可以改善啊，所以你是放心啦 ，OK， 你是放心啦，在这一方面、哦啊、都可以。哦呦，原来这么多东西，是啊，是咯，哎呦，好、啊，所以呢，在这边哦，啊，很多人打的东西都不懂，请问女生可以喝你的男生东西是怎么喝？一样的，你本身一天啊。哦，我现在从上面开始了 ，OK， 好，我告诉你哦，这个产品啊、哦，其实是这样子的 ，My friend admit it was hospital due a little bit of his kidney recover, but liver still not recover, and any product in Chaway can help illness. He's talking the in Chaway. 对，现在给他先吃油了，然后跟那个那么这谁啊 ，NBPW 啊。这个产品哦，哎，我就讲完了，哎，跟我讲啊，我就这样讲，那个就刚才讲完了哈，现在开始回答问题，因为时间上完都很赶，很赶啊 ，very rush man。OK， 那么现在来说哈、哦，他这个情况哦，你要知道的就是什么？知道的就是，哎呀，弄好一点一点，哎呀 ，OK， 知道就是说他的 problem 嘛、啊，那个 kidney 的 problem 好了 ，OK， 然后现在那个肾脏的这个肝脏问题哦，你这个。Cell Blow 跟这个In Chao Oil 你一定要给他吃，好，那么可以的话，这个本身的Cell Blow 可以吃到两包至三包都没有问题，一天里面，好，那个 In Chao Oil 啊，如果肾脏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可以慢慢提升到两包到四包为止，不要太多啊，因为怕他的这个肾脏的问题什么的 ，OK。所以呢，你要看到两包是差不多这样子，慢慢 test 啊，慢慢试水温这样子，慢慢给它下去啊，感觉给它哈 ，OK。然后呢，男生女生刚才不是讲了，男生也是可以吃，女的也可以吃，人妖两个都没有问题，两个都可以吃人妖的那个可以，好啊。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啊，在这一方面哈啊，可以给大家知道的，我们这个男女版也好啊，怎么样都好，我们都是要混合，我们应加。Injaway 的公司的产品呢去一起去使用，你这样一起去使用的话，你才会让它的这个效果、哦、达到最佳的状态 ，OK， 那达到这个最佳的状态、哦、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你要知道的就是呢，本身我们的产品都是食物的级别，所以呢。你吃也是没有问题，只是说有些人呢、啊，他们本身因为没有经过一些排毒啊，或者是清的身体啦，本身吃的一下子马上就上火，或者是有熬夜习惯的人是很容易上火的，吃一些产品。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先由半包开始，让他慢慢适应，然后让他慢慢适应哈、哦，然后慢慢的再吃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呢才慢慢 recover。好，记得是这样子来慢慢调的哈，有时候是急不来的，你不要一下子说哦，我要很快啊什么哈，急不来的，你不要太急啊哈。所以呢，这个是要慢慢的去做了，哦，身体需要时间，好，你的肝脏都需要180天，你的皮肤都需要28天，好，那么胃都需要7天，好，整个过程啊，你都必须要知道时间。用时间来调啊 ，OK， 还有谁有问题啊？昨天前天我都看到有很多人有问题啊，新加坡了很多问题哦，我看到 Anku 啊回答得很爽 ，very 爽 ，OK， 嗯，是咯，啊，可以啦，加来加去啊，然后啊，你可以全部加起来 ，Omega 369变成十多啊，都没有关系，都没有问题，啊。啊，3+6=9，9+7=16，应该是 Omega 16才对哦。好，所以呢，这个本身啊，身体啊的那个营养素啊，都是我告诉你，很多东西到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去发觉到的身体的状况，我告诉你啊，没有一个人啊敢去讲，他真的是很了解身体。真的，
我们的身体真的跟宇宙之间全部都有很大的联系，有些时候你根本是没办法去想象得到。我告诉你，真的是，真的那个，你看2009年才知道，哇，原来这个端倪，我们哪里知道还有更多的、更深奥的，谁知道，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就是要去学会聆听我们身体发出的声音，要学会聆听。学会聆听我们身体发出的声音，知道我们要什么 ，OK， 然后慢慢去调，靠食疗去调。你要急，看情什么情况。如果是急诊，突然突发事件要急诊，那么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说，去找医生。好像你被砖块敲破了头，难道你用那个消波粉来 up 下去吗？不可能吗？你就是马上要去缝针啊。啊，要去止血吗？不可能是这样吗？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的情况最主要就是什么，看你是急诊还是慢性，针对是慢性还是急诊。你本身要知道药的东西就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才会用到。好，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点喝是最好，那个时候最好的时候喝呢，就是在客人面前喝是最好啊，开玩笑啊，微信。其实因为我们的身体啊，你要知道啊，我们10点钟到1点钟我们在解毒，将我们食物全部分类就解毒，解毒了之后呢，然后就透过身体的五脏六腑去分解，然后最后就到了这个排毒是在5点凌晨到7点那个时间排毒，所以你这个时间上厕所就这样，所有一天的毒素就这样排出去，然后呢，在7点开始重新再经过新的食物来补充你身体，所以呢，7点到9点这个时间呢是最理想的啊吃的时间，然后呢 ，second round 的补水的时间是在。3点到5点下午的那段时间，那个时间补水是最好 ，OK。但是不要说在那时间特别要灌多多水，没有，你喝的水就是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吸收。如果子宫有水流，是不是加冬灵会比较好？啊，是可以。水流的话，通常一般上是情绪影响，所以呢，你本身要知道寒气所致，都是因为本身的那个身体很寒。OK， 好，那么这个水流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姜黄素啊，增加它的本身的子宫的温度，好，那么水流它本身可以是这样慢慢大，然后最后还是爆。因为我朋友就是有试过一个 case， 就是他有这个水流，那么他本身呢就不敢怀孩子，怕这个孩子出问题啊，最后呢还是怀上孩子。但是因为本身他很坚持他的信念，最后呢他把孩子生出来之后呢，那个水流也不见了， OK， 水流也不见了。因为那之前呢他很害怕是什么，孩子长大水流也跟着长大，但是最后到最后孩子生出来水流不见了，爆了， OK。 请问子宫壁厚要怎么吃产品？子宫壁厚就是因为本身来说呢，他的寒气过重，代谢不良，所以呢他的情况是需要利用姜黄素来再加上这个阴加果油好来给他配 ，OK。然后肝脏的调整呢，肝脏的调整呢是怎么样？等一下一个个来哈。肝脏的调整呢，它本身呢是对子宫有帮助，因为肝脏跟子宫有帮助，肝脏负责解毒，它排出去的除了大肠以外，接下来就是子宫排毒。所以呢，子宫变厚是因为寒气过重，它没办法脱落它的这个外层，所以呢才会造成这个问题。只要你本身子宫的这个寒气给去除的话呢，那么它本身呢就慢慢开始有来的时候呢，你透过这个阴加果油，你会发觉到啊，吃阴加果油它来的时候，它的血块哈是一块块，那个血块啊比较多的啊，它就是在因为一直排，慢慢的解，慢慢的排啊，这样子。所以呢，最主要 OK 配合什么呢？配合这个阴加果油，配合呢这个消波，配合这个冬灵女板，那么就可以呢达到最好的效果。
如得癌症，请问癌症如果通过冻龄啊、因为看到有中药，其实中药这个食用，我们啊、的那个韩国那边呢已经讲了啊，这个当归绝对不会对癌症造成任何的问题啊，当归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因为本身呢他们已经是看到这个是食物级，而且呢这个韩国他们用这个当归已经用了400年。哦、在其他方面的话，我们的食物呢都很多的有抗氧化跟抗癌的那种、效果，所以呢你不必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最重要的还是癌症的那段时间不能够碰糖，因为呢癌细胞喜欢糖的 ，OK， 癌细胞喜欢糖，所以呢淀粉跟糖不要碰、含量高的食物不要碰，油炸食物不要碰。早点睡觉，多点运动，保持心情的良好。然后呢，饮食方面呢，注意哈、清淡为主啊，多吃素啊。吃素的意思就是说蔬菜水果多吃啊，蔬菜水果多吃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呢啊，解决你本身癌症的问题啊。最主要还是心情哈、心情会改变很多啊。India well recommend for those。其实本身来说呢，如果要调整呢这个心律不齐的话呢啊，心律不齐的话呢，它本身需要配合这个cell blow， 那么那个 intra oil 要补你这个心脏方面这两个啊最基本的，好、给它补充好。那么就达到可以给他的心率、会平衡下来。那么铝板的话呢，它就是有这种功能，让你的 身体的心脏、慢慢的缓和。最重要最后还要配的一种外面的食物，就是 calcium magnesium、让它整个人捞下来、这样就 OK 了，没问题。这个好 Pinky OK、是这样的情况、好。那么呢在其他方面呢还有什么吗？好，因为很多方面的话也是牵涉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寒湿重寒湿酸的问题。好，请问乳癌准备电疗了如何使用产品？好，那么乳癌的话你可以建议他本身吃这个两包的 rich 跟四包的这个intra oil， 好，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抗氧化也是非常的强。好，配这两个，好，然后呢那个 cell blow 也是可以给它配，好， cell blow 给它配。记得凡是癌症问题煎炸炒的好的东西素食要全配，少吃淀粉，好，而且多呼吸新鲜空气，氧气是癌细胞最怕的，好，所以记得氧气是癌细胞是最怕的，所以多吸收氧气、那么这一方面的话你最主要只是单单吃油都很够，吃油补充这个 cell blow 一天三餐，然后呢它这个这个冻龄的话呢你要吃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你看它里面很多、有这个抗氧化的这个成分、所以对它是很好的。好， MF Chan OK 啊 ，OK， any question？ Any question？ 好，因为在这边的话，我们陆陆续续还会讲很多。好，如果是说我们到时候啊、有听不明白的，有听不清楚的，好，那么可以呢啊、到我们的 InchaWay 的这个 Instant Lamberhat 来再看我们的重播。记得到时候记得点 like、跟点赞、在他的、下面地方点 like 点赞，好，是这样情况、OK， 我再次以为所有产品，请问还得补充其他补助产品？要是看你本身、有什么特别需要，如果是你本身在骨钙那方面呢很需要的，我们就要用单一的来补充其他，因为我们的就是、是全方位，虽然是全方位，但是如果你在某一样的
情况需要的那个营养是特别要量大怎么样的，那么你就是要特别加，好像那个钙方面你就补充钙，好，钙给它补充，然后其他方面的话呢，你就是根据我们的营养再吃就 OK 了。好，要像哦，这个啊，特别我的身体特别需要这种成分，我在这方面成分我会多下一点，啊，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是说以一般上的情况，我们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有些人他们建议说 ，OK， 那么哎，你的这个量啊，一直以来都是鼓励啊一包两包，为什么我要吃多？那一般上来说呢，如果是说基本上的一包两包呢，是建议性给一些比较健康人士在做一个基本上的调理。啊，如果是说啊，针对一些重型的问题的话，当然你本身呢还是要看你的状况而做出一个决定。啊 ，for kidney problem balance 啊 ，or in charge oil， 我是看呢 in charge oil 给他，而且呢 kidney problem 呢先给他吃一包，看看什么情况，先试一试水温，然后呢再慢慢的加量，因为有些的 kidney problem 它没办法是说能够消化这些问题哈，所以呢你记得就是先由一小包开一包开始慢慢加。好，它本身的 kidney problem 是有没有这个洗肾的程度啊，最重要是这样给你知道。好啊，要问的啊，你先给他是吃一包一包 OK， 两包这样子，两包一包，两包一包这样子，慢慢给他升，慢慢提升。好 ，balance 不是不可以，因为本身现在目前啊 ，Pinky 和他最需要的就是 Omega 3跟那个维他命 E， 而这个 In Charge Oil 的维他命 E 跟 Omega 3呢是很丰富，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效果出来。嗯，哦 ，OK， 可以啊，这样可以啊。老人家半夜一直起来要喝水，正常吗？肯定不正常啊 ，Cindy。那么这个老人家半夜起来喝水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身体啊，他没有本身进入深度睡眠啊，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呢，要给他吃那个 Rich 啊。如果是说他本身老年纪大的话呢，是基本上啊是在。九点啊十点啊这个时间给他喝一包看看怎么样。有些人呢是喝了一包这个 Rich 之后啊，他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用喝水，不用去什么的啊。他本身是喝水是因为是什么，要尿尿才去喝水，要喝水才去尿尿，是这样情况 OK 啊。所以呢你要给他吃一包 Rich， 这样的话平稳他的神经嘛，给他上去咯，然后看他怎么样。好，给他一包临睡之前啊，哇，讲到沙嘞，OK， 好，那么其他问题呢，应该是